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我们的贴心好闺蜜大发。前几天我就是跟 Rookia 樱花小兔彭姐，然后我们五个人去了上海玩嘛。然后我们玩几天以后，彭姐跟 Rookia 就有工作嘛，所以我就跟着樱花，就是小兔跟樱花盛情邀请我来杭州玩，说我现在就在杭州，就是。虽然说是说盛情邀请我，就是叫我来玩，叫我来做客什么的。可是我来他们家以后，他们每天就使唤我拿快递、开门、拿外卖、关灯、拿水给他们喝，反正就各种有的没的使唤我。就是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来了，就是重复一下你对我说的话。关灯，关灯。刚才樱花把这个拿给我吃，让我吃这个，我说那么好，他说这个我已经打开一天了，都软了，还要吃脆的，他去开心的，手在这里给我编，让我吃这个软的，大见识让他对我的态度了吧？明天要走了。刚才一花就叫我去他房间，我以为他可能说很舍不得我，可能会想我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说进来帮他关灯。我是想你想跟你告别，伸出去。哦，他把我的手机弄到掉那垃圾桶去了，看到是我的，看到是我的就。也只有我这么单纯才会相信他们鬼话，就是一花跟小兔宝盖这两个人，我今天一定要报这个仇，把我骗来做奴隶的这个仇，说我今天就是打算来整一下他们。江江，这两个就是一年前我们一起去日本玩的那次，我在日本买的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用这个东西对焦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就是臭海鲜味的茶，它是袜子味的茶，反正就是两个非常恶心人的东西。我这次带来本来是想五个人拍一个视频，拍个搞笑视频嘛，因为彭姐跟 Yuki 比较忙，以为拍不成了，但是没想到他们这几天这样子对我说，我今天就打算用这个报复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本宫的厉害。打算等一下去泡这个茶给他们，然后跟他们说这是惠州的特产茶包，让他们尝一尝，等一下就看一下好戏咯。小兔，这是我带来的惠州的特产的茶，你喝一下，我泡给你喝的。我靠！你喝一下看一下好不好喝？我都想烫死你！可好喝了，这很茶叶的味道啊。好喝吗？对，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可以啊，能吗？能喝吗？哪里会？这惠州的特产呢？不可以，对，百分之分可以给个4.25，但是这个其实是袜子味的茶，完全没有啊。你的垮掉，我觉得还蛮好喝的。是变态，你喜欢喝袜子，你喜欢吃袜子，真的蛮好喝的。袜子，我喝过了，我觉得好酸哦，像我平时喝的那种柠檬水。让我感受一下。
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？你喝这个。我该如何给你？一脸骄傲的给我。不能，我这个福气要是给素人吃，这是很重要的味道吧？嗯，这是脚臭味道。可这也很正常啊。刚才那个是什么？我报警抓你！我要报警，警察一来了，警察一来了。它并没有很难喝啊，有一股青汁的味道，然后一点都不难喝。本人失败，我原本是想要整你们，报复你们这几天让我做牛做马的。你知错没有？他还在这乱说。知错没有？给你按摩。你知错没有？小垃圾卡。总的来说，这个什么袜子味的茶跟这个臭海鲜味的茶就是骗人的，根本一点都不臭好吗？很正常的茶，只是可能比较酸比较咸一点，就唉，太让我失望。哇我拍下你丑陋的面孔。你敢把这个发在互联网平台上？不要在那发我。我姐妹，滚去！怎样？姐妹的吗？就发。今天就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个茶叶，大家要是想整朋友的话，真的不要买，一点都不臭。我觉得这个品牌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一只袜子。自己都是两个孩子的。我报警了，知道吗？给他寄过去，让他研制一个真正袜子味的茶，而不是这种茶。他怕是对袜子味有什么误解，对不对？跟你们说，他这个袜子，我们在上海，他起码有四天没有洗过，穿同样一双袜子。他说他在闻这个袜子。